周子瑜终于现身，露出招牌笑容，手上还比出小爱心，这一幕终于让粉丝们松了一口气。TWICE 九位成员穿着军大衣一字排开，手勾手和现场媒体打招呼，表示缺一不可的决心。18号一早，周子瑜和团员合体现身，参加南韩过年特别节目的录制，但周子瑜的表情还是略显疲态。不过在道歉影片曝光后，首度露面还露出笑容，让粉丝们安心不少。再次的向大家道歉，对不起。道歉影片曝光后，谣传周子瑜可能会被退团，造成他精神不稳送医，让人担心。不过对比先前素颜黑衣的他，脸色明显红润许多，头发也放了下来，回到之前飘逸的发型，看起来更有精神。许多粉丝看到照片都放下心中的大石头，但也为周子瑜不舍，纷纷留言力挺，要成为他最强大的后盾。记者金宏群青台报道。